2016年日本嘉贺国际机器人大赛，分别有来自六个国家176个团队。台南队自2015年参赛到即单，已经连续两冬拢得奖。今年队伍是由着海东国小、义载国小、沿海中学、江明高中等四间学校来组成，拢总19名的学生参加比赛，摕下了13项的大奖，总成绩是第一名。为着台南含着台湾争取公营，12月21号，这小朋友特别来到市政府，把这份荣誉来送给市长，并且和市民来做伙分享。对着这小朋友，赖市长首先是恭喜选手伫个国际比赛摕到了冠军，伊讲3金4银1铜的好成绩，这唔单是个人和学校的荣誉，嘛是城市的公营，更是为国争光。首先，我要恭喜大家在国际的竞赛当中能够绽放异彩，勇夺3金4银1铜。如此的佳绩啊，的确是让大家都感到很光荣，不仅仅是你们的荣誉啊，学校的荣誉、城市的荣誉，也为国争光啊，我们大家都以你们为荣啊。那市长进一步来指出，机器人是属于精密机械的发展领域，也是国际重大的产业，更是蔡英文总统推动的5大创新产业之一。无论同学是因为兴趣，也是好奇心来走入机器人的领域，已经期望同学会当持续朝向着精密机械的这条路来走，并且和着各国参赛的朋友要保持联系，互相来学习，建立良好的国际交流管道。那各位同学，我们在国际上的比赛之后呢，我刚刚看到同学的心得。大家不仅仅高兴得到很好的成绩，但是大家都同样表达了学到很多东西啊，然后交到很多朋友，这表示说呢，我们收获是非常丰硕，不是只有奖牌而已啊，其实我们有很多丰硕的成果，市长非常期待这样难得的机会啊，跟日本跟其他国家参赛的选手大家建立的友谊，其实应该要持续的跟他们接触交流，可以用 email 啊，可以用这个其他的方式跟他们建立一个友谊。我觉得这个应该对大家未来在国际上、国际观方面应该会有帮助。